茶博士瓜論第二集，咁啊踏入2022年嘅年尾啦，嚇，差唔多咯，聖誕咯，聖誕啦，咁喺度首先祝大家聖誕快樂，同埋新年進步先啦。好、okay ，聖誕還聖誕要有禮物噶嘛，啊，咁啊俾少少禮物，咁啊大家聽到啊，趕唔趕切出街啊唔知啦，應該禮拜六應該禮拜五出到啦，一定得，之前真係好快。因為我只馬咧就禮拜六跑，嗯。嗯就大家買啲位置咯，皆大開心啊！第五場啊，OK 好，跑1600。OK 好，大家哇，呢、這個聖誕禮物好犀利啊 ！OK， 我買千祈唔好搏命啊，係即係我就通知咗個啲老友記啦，咩用力啦咁啊，買個 pace 咯，係好啊，好 OK 嗱，買連贏位嘅拖埋佢咯。嗯，好啦嗱。咁啊，郭博士咧喺我哋誠意邀請之下咧，佢就會係定期上嚟去做啦嚇。咁首先呢個正常，好多謝阿郭博士啊，工作嚟嘅好工作嚟嘅。因為個反應咧，就我哋喺預告都講咗啦，非常之理想。咁亦都好多即係聽眾咧覺得啊，聽到阿郭博士咧就嘅內容咧好受用嚇。無論喺嗰個理解世界啦、理解中國啦、理解即係自己嗰個身處嘅狀況咧，都係好有嘅幫助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又邀請阿郭博士咧。就同我哋繼續做呢個茶博士怪論啦。呢度要補充少少，因為上次你一個集咧又講咗，即係話係人先會做到傳承工作嘅。嗯，其實人嘅功能咧，仲有一樣咧，就話人先要可以有分辨到是非善惡。嗯，動物唔知道點樣分辨是非善惡噶嘛。嗯，好啦，另外一種功能咧，係人類